台北政府驻台商务办事处处长叶安生亲身带团拜访彰化县政府，表达台北投资彰化产业的意愿。借由这次的机会，对产业的需求和发展的空间进行研究和了解，希望可以展开全面性的力量合作。那今天很高兴啊，我们一直在倡导彰化县要成为绿能的大县。那今天啊，我们让我们县民能够看到啊，全世界最大的风力发电厂商哈，市占率最高的这个丹麦的丹能公司来到我们彰化县，表示对我们彰化县外海投资的啊高度的啊信心哈。那我们彰化县政府也很高兴能够获得啊招商重大的一个进步哈。那我们希望啊，再引进更多的啊世界级的或者是本土的风力发电商一起来到我们彰化，我们希望彰化真的是能够啊成为一个绿能的首都。So this transition Denmark has been through, I think we have learned many things. We've made many mistakes along the way, but now today we can proudly go out into the world and discuss with other regions and nations in terms of what our experiences have been. And we, as the Danish government and on behalf of the Danish companies, we very much appreciate coming out and exchanging know-how, trying to give the lessons that we've learned onto to other areas. And I think really this is the true foundation for stro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anghua County and Denmark. 从70年代到现在，整个能源转型的路上，丹麦也犯了非常多的错误，也因为有这些错误，所以得到了许多宝贵的学习经验。那让我们今天呢有这个荣幸，能够跟彰化县还有整个台湾分享我们在这一路上犯的错也好，之后怎么样的改进也好，这些都是一些这个经验型的，可以协助台湾避免重蹈丹麦的覆辙。然后今天也非常有荣幸能够跟彰化能够进行更全面的未来合作的一个讨论。丹麦是世界公认最快乐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无核能的家园，也是世界唯一有完整离岸风电产业链的国家。彰化县政府希望借由这次双方的投资和技术的合作，带动本土产业发展的机会，做伙进入亚太市场，同时推动无核能家园的政策。公益频道柯伟丁彰化采访报道，关怀电台台语配音。